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กลับมาพบกันอีกแล้วนะคะกับมิ้นคิมีไม้ค่ะทุกคนคะวันนี้มิ้นกลับมาอีกแล้วนะคะและก็ยังอยู่ที่ First Live Concert ของสาวๆ Bon Bon Girls ซานหลิงซานวิดีโอเรียกชั่นที่มิ้นจะทำวันนี้นะคะเป็นวิดีโอที่สาวๆผัดกันทำมีมของแต่ละคนนะคะทุกคนนับตั้งแต่เอาจริงก่อนสาวๆจะเดบิวต์นะคะในรายการช่วงเออหลิงเออหลิงนะคะสาวๆก็มีมีมออกมาแล้วค่ะทุกคนอันนี้ก็คือจะมาผัดกันทำมีมของแต่ละคนบนเวทีนะคะใครจะจับได้ใครบ้างถ้างั้นเรามารับชมสาวๆทำมีมไปพร้อมๆกันเลยนะคะโอเคถ้างั้นเริ่มดูซิว่าใครจะจับได้ทำมีมของใครบ้างนะคะทุกคน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按照顺序从西林开始。西林，你选择的表情包抽到的是谁的？我抽到的。อันนี้เริ่มจากซีลินก่อนนะคะ。刘西林，哦，西林จับได้เจ๊หลิว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他是露面的，对呀，超好。我要包包一下。杰里真的吗？你可以加一点你的风格啊，准备好。准备好。但面杰里有他没压呢。一，好来了。哦，西林他们完了，那拉翻了呀。赶紧截图，赵烨，看一看你抽到的是谁的表情包？我抽到的，你赵烨那哈，抽到的是西林的一个。哎呀，赵烨在西林，准备好啊！就是我们倒数三秒，会面 stage， 你可以等一下，我再看一眼，我再看一眼啊！我抓一下，这种神韵，骄傲，看着骄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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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激动，你知道？对，准备，妈妈，三、二、一，成龙来了。妹妹，你在干嘛？赵烨他们那冷汗脸呢？你一个男单这样子好吗？不同的风格，不同的风格 ，OK。所以西林 OK 吗？这个算通过吧？不同风格的表情包，勉强了 ，OK。模仿旁边那位我比较满意。想看。模仿旁边那位啊？这不是远景重现吗？再一个，黑龙马一下，旁边那个看一下，他背过身，他是什么表情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好的，来吧，接下来，他们那也没现在是成龙大哥了，我天哪！好，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，成龙来了！我天天又到了，没咪咪呀你！好了，一景抽到的是谁的？我抽到的很难，张一凡。啊，一凡。违法的压力，这个表情就是要把自己的五官都拉开的，在一起，他拉开的那冷漠鬼的观念的感觉，二零二零，这个有点难啊，这个很难，但是我相信你啊。王英同学到底难不难？三、二、一，他来了。哎呀哟！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。紧张哟，太难了。好，接下来周璇抽到的是谁？我抽到的也很难，我抽到赵越。你赵越的，哎呦呵。赵越，你其实还没有，还好。来，准备好啊。来，陈卓元应该上线了，我可以给你配音。我好伤心啊！你配音啊！准备好，那等一下，三、二。一，闷哟！有截到吗？线上的朋友截到了吗？刚才一闷闷的感觉。哎，你没看到是谁？啊，我抽到这个卓璇的。啊，奶奶的卓璇。来，这个不表情，我们要来。三，他那哪个哈？一，他来了。冲啊！冲呀！冲！冲呀，对吧 ？OK。哦，暖哟，那哪个？可爱的。仙宁，我抽的也是不像表，那个很美啊，他王一锦的。啊，你就是夸我美吗？仙柳的王一锦。我觉得我能做出丑的样子。我他你啊！哎，你模仿不要你超越啊！我要超越了，你要超越。准备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他来了。妈还是动态了，超越了，怎么是超越了？超越了。刘姐啊，你是不是要变？固定一下，固定一下，别让他们知道那个表情。三二一，来喽！哎，谁是我好妹？后面兰花。哎呀，那个兰花是翘的哟。他是牡丹，刚刚做了个废物。动图那是动图。要动图。好了，接下来害怕的有个灯的嘛嘞，害怕了啊，没得选了。一凡，你是害怕？你是谁啊？啊，为什么？一凡，你是奶奶呢？哈，奶奶，准备好，三，没呀，没呀，奶奶，那怎么了？好了。哎，遇到了！哎，都是萌萌哒的感觉哦。
么就我们的画风不太对？我们是怎么回事？还是了解彼此？哎，你们会用彼此的表情包吗？会啊！哇，用的谁的最多？我用张一凡的最多。我用张一凡也。我也用张一凡最多。张一凡、赵月、刘心凌。好，但接下来我们要升级一个难度了。我接下来呢会拿出一个情景题卡，然后呢要根据这个情景做出相应的新的表情包。这次我们从一凡开始吧，我们换个顺序，从你这边抽题，挨个来抽。你怎么抽了？每人一个。好，来，好，西林。OK， 第一个，西林，你抽到的情景是？我是加油打工人。加油打工人，哇，我们都有打工魂。这个怎么表情包啊？你想一下，就是在营业状态中的打工人是什么样？当做哪天当做什么的？好，三二一，打工人来了。打工人破门而入，你的俏皮的小脚是怎么回事？好，接下来赵月，你抽到的是？我抽的是赵月坐过山车。坐过山车？哎呀，他这个没有亲身体验。你看一看，你是那种惊恐的、开心的，还是他估计是晕过去，他应该就是昏过去，直接昏过去的那种吧。好，准备一下啊，赵月的过山车，现在接下来要向你驶来喽，三二一。掐人中吗？这是在对赵月他们掐你过一下，彻底完，彻底晕过去了，自救自救的过山车赵月。好，接下来一景，你抽到的是？我抽到的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，这个表情真有在用，这个经常家长用，这个经常用。哎，准备好，来为我们的友谊干杯，三二一。一定要笑不笑？对对对。好，好，这个还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接下来，朱璇，你抽到的是？我抽到的是看恐怖片。看恐怖片，好，真实状态哦。谢谢。看恐怖片，恐怖片，这样子就行了。准备好，卓璇，看到恐怖片之后，三、二、一，来了。太可爱。妈妈，哎，这个就是不敢看，不敢看，但是又想知道演些什么。没看懂，没看懂。啊，那需要翻译一下。奶奶说，啊 ，What's this 啊？有点难，有点难，有点难，我有点难。A little hard， 压力大的。Hard like dead water。你不能说吧 ？Hard no no happy no sad。No happy no sad。我就是心如止水，不心不悲。哎，哇，这个怎么？这个刚才是怎么 ？No happy, no sad 是吧？怎么会今天抽到一个这么难？在谈他呀，哎呀 ，No happy, no sad。准备好，准备好。奶奶话不是三二一，奶奶来喽。啊！什么表情啊？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形象很形象。哎呀，老老在那的哇。非常的一向不开心的蒙娜丽莎，很形象，对对。好的 ，OK， 很棒很棒。仙宁，你的是？我的是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哇，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，好难哦，这个姐，这个也很实用的表情包。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。我的眉毛是囧自己，蛮尴尬的，皮笑肉不笑的感觉。好了，接下来一凡，最后一个。我的是得到了女王的权杖，哇，这太难了吧！来给你个拽，就拽拽，对，你这个是权杖，我很高贵都不配。准备好，你的权杖来了，三二一，这是一只非常，你刚才那个出现转过来，很像今天是双十一，这是一只非常难得买到的麦克风，你们要下单抢它吗？那来。คือสาวๆในงานคอนเสิร์ตไลฟ์คอนเสิร์ตอ่ะทั้งน่ารักทั้งสวยทั้งแบบตลกมากเลยทุกคนคือเป็นคอนเสิร์ตที่แบบดีงามมากเลยนะคะนั่นนะคะจบไปแล้วนะคะกับคลิปรีแอคชั่นวันนี้นะคะสาวๆก็คือเฮฮาตามคาดโบกบาตามคาดนะคะทุกคนถ้าใครชอบคลิปนี้ฝากกดไลค์กดแชร์กด Subscribe เป็นกำลังใจให้ด้วยนะคะแล้วก็อย่าลืมกดกระดิ่งดุงดิงดุงดิงเพื่อติดตามคลิปที่มิ้นจะปล่อยออกมาหน้าๆด้วยนะคะสำหรับวันนี้มิ้นไปแล้วค่ะเจอกันมิ้นใหม่คลิปหน้าบ๊ายบาย